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 各位学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学习韩国语。今天呢，老师介绍一下韩国语能力考试的阅读部分，好吗？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阅读部分，整个问题就是40个帖。然后时间呢，60分钟，要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先考听力，然后考阅读，所以整个时间就是100分左右，好吗？자 그러면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阅读部分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出来？볼게요第一个类型，무엇에대한이야기인지알맞은것고르세요라고되어있어요。무엇에대한이야기입니까？关于什么内容的对话？一起看一下哦。先是这样，先看例子。저는김민수입니다。我是金민수哦。제동생은김민지입니다。我弟弟或者我妹妹是김민지哦，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个问题呢，关于什么用？什么样的对话呢？第一，나이뭐예요？是年龄对吧？시간是时间。第三，故乡是个故乡。第四，이름是名字对吗？那第一个这个例子中，저는김민수就是一个名字，我弟弟或者我妹妹是김민지也是一个名字。那正确的答案就是이름，第四，名字입니다。그래서우리31번부터 33번까지 31到33题呢，是好像是这样的问题出来了，好吗？比较简单，对吧？자그다음第二个类型，빈칸에 알맞은 것 고르세요 라고 있어요. 빈칸 뭐예요? 빈칸 是一个天空出来了，一起看一下。34到39题呢，是这样的问题出来了。우리는天空에갔습니다。책을샀습니다。天空哪一个是最合适呢？我们去了什么什么天空？天空出来了吧？后边就是 에 出来了。那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场所，场所입니다。这个场所他们做什么呢？买书了，책을샀습니다。그러면볼게요。第一，서점是书店。第二，식당是吃饭，食堂对吧？第三，图书馆是图书馆。第四，사무실是办公室，对吧？那买书的地方是哪一个呢？그렇죠。第一，서점是对，好吗？图书馆是借书的，买书的就是서점，好吗？그렇죠。그래서天空，哪一个是最合适？넣는거나옵니다，어렵지않습니다。第三，읽고맞지않는것고르기했어요。老师这里强调的，맞지않는거是不对的，选择一个不对的东西，괜찮죠？不符合的答案，헷갈리지마세요。맞는거고르면안돼요。맞지않는거고르는거입니다。그래서문제이렇게나와요。표그림图片是一个表，뭐이런거出来。然后呢，你们先看一下1、2、3、4个文章，然后比较，然后哪一个是不对的，好吗？자볼게요。这个是好像看起来一个电影票，영화표입니다。자저녁에영화를봅니다。他晚上看电影。第二，영화는주말에볼수있습니다。电影是在周末能看的。第三，영화를5번볼수있습니다。电影是5次都能看5次。第四，영화를보려면7층으로가야합니다라고했어요。要看电影的话，去7号楼，괜찮아요？
그러면 자 이제 표랑 같이 비교해 볼게요. 자, 저녁에 영화를 봅니다. 是吗? 这个时间晚上7点多, 所以这个是对的。 영화 주말에 볼수 있습니다. 周末能看吗? 아, 星期六是能看的。 영화 5번 볼수 있습니다. 是吗? 哪有啊? 这个第五场不是第五次的意思，好吗？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영화를 보려면 7号楼 7층 가야 합니다. 对吗? 好，是对的。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第三。 老师现在解释的比较快，但是整个那个上课的时候很慢慢说明，所以别担心吧。现在是老师那个介绍那个问题的类型的时间，所以比较快的说。 자, 그러면 네 번째 유형 보겠습니다. 읽고 같은 내용 고르기예요. 읽고 우리 아까 듣기, 刚才介绍那个听力的时候，听，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内容，对吧？ 这个呢，阅读，所以읽고先读，然后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하는겁니다。자，보겠습니다。자，43번부터45번까지，这样大概三四个文章出来了，然后你们读，然后下面一二三四，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对的，选择就行了，好吗？所以说这个呢不是那么长，那后边呢那个文章。慢慢长了，好吗？점점 길어져요。这个呢，读一下文章，选择一个正确的。所以这个读的话，正确的答案是第二，这样就可以了，好吗？자, 그다음 第五个类型，읽고 중심 생각 고르기입니다。中心思想，选择一个中心思想。刚才那个呢，哪一个是一样的，哪一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呢？중심생각고르기입니다是有点不一样，볼게요。중심思想。자46겨울뭐좋습니다也是三到五个文章出来了，三到五个文章出来了，然后你们选择一个中心思想，好吗？그래서正确的答案就是这个。那第三，我喜欢冬天。读完了，然后选择就好了，好吗？자이것도이렇게고르는문제입니다。자，然后呢，第六个，긴글읽고알맞은거고르세요있어요。哦，여기出来了比较特殊的긴글，长的文章。刚才那个呢，三到五个文章出来了，这个呢，起码10个文章差不多。자볼게요。比如说，比如说40几到50个题，是这么长的。저는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文章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天空也出来了，然后呢，问题就是这个天空그들어갈알맞은말哪一个是最合适的？所以这个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选择一个生词，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生词的问题？好，这个呢，같은것고르십시오是比较简单，对吧？读完了，然后选择一个正确的，是哪一个是相符的内容，好吗？这个읽기阅读部分最多的文章，的类型就是这样的，读一个比较长的文章，然后。回答两个题，第一个题是什么？第二个题是什么？이게 제일 많아요，是最多而且学生觉得最难어려워요선생님하는부분입니다。그래서우리这个要多多练习，연습이많이필요해요。还有一个第七个类型的，글의순서맞추기있어요。순서뭐예요？순서是一个顺序，对吧？哪一个是前面，哪一个是后边的这样的？그렇죠？그래서正确的选项是什么？그렇죠？한번볼게요。자，두문제있습니다。두문제나와요。57번，比如说57号是卡纳塔拉，
这个四个文章出来了哦，整个四个文章出来了。那卡达塔拉中哪一个是第一？哪一个是第二？哪一个是最后边？이렇게글순서맞추는겁니다。그래서여러분글의 순서 맞추기는 또한 가지 방법이 있어요. 궁금하면 선생님과 함께 수업을 들으면 됩니다. 그렇죠? 그래서 뭐 그렇지만 그래서 这个 连接词 绝对不能 在前面出来了. 그렇죠? 还有这个저는 这样的 主语是应该 文章 第一个 文章 出来了. 이런 방법들이 있어요. 그래서 요 几个 방법 跟 老师一起 练习一下就好了. 자, 这个 정确的 答案就是第一. 这样选择就可以了. 자, 阅读 到现在我 介绍一个阅读的文章类型问题类型的 整个有7个类型对吧? 最难的就是最后的介绍的 글의 순서 맞추기. 这个学生们觉得最难的问题，然后40个题需要60分内要回答完，所以也是比较快的解答问题最好，빨리푸셔야합니다。그러기위해서는우리연습많이필요해요。단어외워야합니다，연습많이필요합니다。跟老师一起学习的话，这个没问题，문제없어요。자, 그러면 여기까지 문형 소개를 했습니다. 여러분, 문형 소개 잘 이해하시고, 혹시 모르는 것이 있다면 언제든지 선생님께 질문하세요. 네, 감사합니다.